相信，因为你觉得你本来以为那个是上来要跟你告白，没有没有没有，很多今天来是来看 BB 秀，又可爱了，又然后还有性感，还有性感，对，女神，而且 BB 姐皮肤真的超好的，皮肤很好，啊，皮肤很好，这两个，这两个，这两个，我觉得我们那个位置给他很好闻，都有豹纹，但是呢。今天你来到舞台上，我们要让你好好的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豹纹款的洁肤仪的触感，好不好？好，好不好？那就有劳王子了。我想让 B 姐来，让 B 姐来。哎呦，好，都来吗？都来，都来，都来！你很贪心哎，我怕有接下来两组哎。好，好，来谁来呢？我们在手上试，那试一下。对，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啊，这次我们特别选择了比这个毛孔还要细致的这个刷毛，所以让你在这个清洁的时候会觉得哇，好舒服。它的毛很细，其实。对。会痒。对，让你体验一下那个感觉哈。来，我们让这个雷霆朋友中一下画面，佩丽姐要不要一起也来拍个照呢？好，等一下我们要请这位女孩，我先帮你拿麦克风，好不好？好，来，我们先拍个照好了。好，来，请看一下正前方。好，这位可爱的女孩就仪，等一下我们就要来问一下她这个体验的心得如何。那当然现场没有体验区，非常欢迎大家来体验，好不好？我们有礼物要送给大家，然后还有这个拍照打卡，赶快来体验哈，两位美少女。好好好，谢谢谢谢 Joy。 来 Joy 讲一下这个体验的感觉怎么样呢？我看一下，就刚弄起来其实毛很细，对，很细致，很舒服，对不对？还蛮舒服的，而且其实之前有用过洗脸机，然后可是就会怕脸会越洗越烂，然后可是感觉刚弄一下就是还蛮舒服的，就觉得每天可以很安心的清洁，对不对？使用我们的洁肤仪，而且只有在台湾才有豹纹款限定推出哦。好，好，谢谢这位可爱的，我真的觉得他很爱冰冰姐，把握任何机会一直在跟冰冰姐聊天，抱一下，抱一下，哎呦，超可爱的。好啦，那就先谢谢你了哈，谢谢。好，下一位，刚刚也是这个我们的。莉姐这个清点的这一位，哇，全身都是豹纹呢，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逸轩，然后今年大三。今年大三，好，怎么样知道我们今天的活动啊？特别准备这个 dress code 来，在网络上看到的，对，然后就穿着豹纹来了。对，好，那现在跟他们两个就是接触很开心，对不对？有没有什么话赶快趁现在跟他们讲啊？我以前超可爱的，然后超帅的，可爱的。性感跟可爱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对不对？要成为这样的这个很棒的女人，好不好？加油哦！那你也要体验一下吗？要，好好来，你希望谁来帮你服务呢？都可以，换冰莉姐好了，因为我们刚刚有说过，我们这个洁肤仪它的触感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好不好？好，那这次呢，我们也有这个特别的这个豹纹款的推出，来，那我帮你拿麦克风喽。好，来。我们来请菲丽姐来帮我们这位可爱的女孩，怎么连这个帮可爱女孩使用洁肤仪都这么有女神的风范呢？好可爱哦，我们的菲丽姐。好的，谢谢。那感觉怎么样？怎么样？触感很不错哦。谢谢你挺好辛苦，没有问题。我觉得真的那个毛还蛮细蛮舒服的，因为我有过敏体质，可是我觉得它弄上去不会很敏感。对，过敏就是这样子，不能伤害到它，要细细的维护它。真的，而且这个比一般我们用手清洁脸，对，不一样，不一样。对，好，蛮舒服，加油哦，好，努力好好保养哦。好，谢谢。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哎呦，现场也有这对可爱的母女档。好，来，妈妈在交代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她拍照，对，一定要的，机会太难得了，是不是？嗨，先请来到舞台上，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哇，豹纹之家，豹纹之家，妈妈怎么称呼呢？青鱼。青鱼，那女儿呢？小青，小青，对，青，哦，小青。但今天你真的很敬业耶，这个两位都是啊，特别穿着豹纹来，其实今天还蛮热的，辛苦了，好不好？他穿母女装还很可爱呀，特别。那怎么样知道今天这样的活动呢？就
就是有特别在follow你。是冲着他来的，是不是？哈，那其实这次我们也推出了这个全台湾限量推出的洁肤仪，要不要给妈妈试试看呢？因为母亲节快到了，好不好？来，我们也让这个妈妈体验一下。因为刚刚我们的暴力呢，我们的这个 Billy 姐有提到，清洁就是保养最基础的一环，你要把这个脸啊清洁干净哦，这个才会有非常完美的肌肤哦，哈。好，来。哎呦，这个妈妈感觉怎么样呢？很舒服哎，妈妈在点头，妈妈感觉怎么样？很舒服，很细致。你要把麦克风给妈妈啦。就是刷起来说，真的很柔细的感觉。是，对，跟手一样，这样柔柔的。好，那以及母亲节快到了，小心。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典范，有没有孝顺的儿子？你知道怎么孝顺妈妈了哈？知道。表现一下，表现一下，对不对？今天开始全球限量推出哦，哈。好的，非常谢谢两位，我们要不要拍个照呢？哎，刚刚有拍过了吗？好的，好，拍过了哈。好，谢谢，谢谢这对可爱的母女。哎，那你要不要也一起啊？再补拍一下好了，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这边哦。那一样提醒现场的朋友，在今天我们的豹纹款呢，抢先全球，只有在台湾独家推出哦。来，小心哦，来，那我帮你们拿麦克风好不好？妹妹，小心，小心，小心，我帮你拿麦克风，谢谢。可爱耶，好的，来，我们看一下正前方。谢谢，好开心哦，今天这个。姐开心吗？今天很开心，对不对？真的可以跟这么棒的儿子一起，好。那我有这么棒的妈妈，真的。好，那个母亲节快要到了，有没有什么话最后想要跟这个妈妈，或是这个提醒在场所有的儿子女儿们呢？我觉得，我跟妈妈的感情，或者说所有的人跟妈妈的感情，我觉得都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那我觉得。每天都可以是母亲节，那母亲节真的也是快到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平常大家可能有些话不好讲，或者有些行动不好做，我觉得趁这个时候给自己一个机会表现一下，然后让自己的妈妈也开心，然后我相信，母亲节那一天会有很多很开心的母亲，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想一下要送什么礼物给妈妈。是，好，我相信呢，这个我们洁肤仪我都还没讲，我没有讲任何感动话，她已经快哭了。我觉得已经很感动了耶，每天都可以是母亲节啊。来，暴力比利姐，我觉得今天您在这一趟，我请问我刚刚讲了什么？妈妈就感动啊，她真的很感动，因为她只要你陪在她身边，她就知道你很爱她。没有，我就觉得这真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我觉得你做一点点，然后妈妈都会感受得到，对，会有很强烈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年轻，我们有很多很多是我们可以做的，是，好不好？这个现场所有的孝顺的儿子、孝顺女儿们，母亲节快要到了，可以好好的表示一下。但是我想在这边也要请我们的暴力比利姐好好的推荐一下我们这次这个限量台湾独家发行的这个豹纹款，我们的洁肤仪，好不好？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整个大环境，不管你在台湾也好，全世界也好，外表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呢，每天要让自己开心。当我早上起来，我拿这个豹纹的洗脸机，我就很开心，因为它是豹纹的，是，然后可以让你很漂亮。所以首先所有的妈妈都要先爱自己，然后不要让孩子担心。是，对，所以只要很健康，然后很开心。小朋友就会放心，真的，我相信当妈妈留下是快乐、开心、感动的眼泪。只要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大家要很开心，对。好，谢谢，真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大家开心哦。那我想呢，现场很多的媒体朋友，那我们就先把你们再次交给他们喽，好不好？我们再来捕捉一下画面，好不好？暴力需要再整理一下下吗 ？OK， 因为皮肤很好，很美。妈妈刚很感动哈。